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动局局长李焕君。居闲空间是指一个无法以自然通风来换气的场所，倘若不得已必须在这样的场所内作业，那么不管进入该场所作业时间多么短暂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也请务必注意要落实以下五项安全步骤。第一，通风，设置机械通风换气设备。二、测定，持续测定氧气、氧化气以及可燃气气体浓度。三、管制，出入口禁止管制。四、监控，配置监视人员全程监控。五、救援，准备背负式安全带、三脚架、救援呼吸钢瓶等紧急救援设备。通风、测定、管制、监控、救援，这五大步骤做得好，居闲空间作业没烦恼。此外，市民朋友若有发现任何作业安全疑虑的地方，也可拨打0773-6959向劳检处反映。谢谢大家。通风测定做得好，居闲空间没烦恼。